我们首次梳理出明星行业、明星企业、明星产品等，用一批明星案例提供合作的样板，推出示范的案例，给其他企业呢提供启发和借鉴。比如呢，这个明星行业有一产的水果深加工，二产的高端装备制造，三产的现代运输，都是同类行业中合作热度最高的行业。我们这往上走了呢。